刀石头布，但是我会有障碍。什么障碍？勃起障碍是这个动作。我看你从头到尾都会是八代。有草啊，树有草。八树八代。树有草啊，树有头。树有头，树有头。是八代啊，八代。输在十八代。宪哥，我跟你讲，色字头上一把刀。很像那种很常来消费的，十八代，十八代，十八代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十八代。OK， 各位，现在的凯西已经拿下六分，那另外三位五分的，我们要淘汰一位。让两位进场，好吧 ？OK， 现在是宇文姐、佑熙跟蔡姐小姐，这五位这三位，我们出 PK 一题 ，PK 一题，好吧？抢答哦，抢答，有答案就抢，不用写，不用写，直接抢。抢中你就入围了，请出题。前奏题啊，哇，这个想到就举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答案就举。我知道，我也知道。好，宇文姐，因为你是刘德华，让青春吹动了你的追梦人。追梦人，恭喜！没错没错，好厉害，这一题很难呢。现在佑熙跟开水小姐两个 PK 了哈，好，请出题来。我下十字架铺，赤着脚太空漫步。我笑得你还装哭，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天晴的温度，温暖舒服，吹醒了闹剧的树木。来哟，吸一口纯氧。好，来，没有答错会淘汰吗？答错就答错会怎样？答错就淘汰，答对晋级，答错淘汰。反正我也是不会，敌不动我不动嘛，我不会嘛 ，C 大调吗？不会，但是你选择 C 大调。你讲话的音调要，你讲话有没有口音？口音蛮重的 ，C 大调。就叫你要注意，就叫你要注意了。口音不要那么重，山东老师教音乐，是这首歌，所以你答 C 大调，这首歌他们说不是 C 大调 ，OK， 好，不是 C 大调，那你就猜错了，那就是恭喜入围的是吴佑熙，我的未来，好，现在有三位晋级，然后他们马上要晋级，要跟我们玩 disco 游戏，好吗？来，好，一位，那宇文姐先，我先吗？可以跟我要选一个人玩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自己选吗？哎，你怎么样？请挑，请挑，怕什么？请挑什么？宇文姐，你现在像来雅典呢。你好，我来自内湖。你好，我来自内湖。男模会馆，男模会馆。啊，对，你的。我编号207号。不好意思。男模会馆。我们因为最近警方抓得很紧。是是。我们改了店名，我们改名叫做男模阿弥陀佛会馆。应该不会被抓到，对，应该安全，这个安全。只要有冲进来零钱，我们就开始念经。阿弥陀佛，那在念经子啊，陈汉典，等等，好，那我们先捡到时候，我们再复习一下哦。梳油头啊，梳油头，沙赖呀，沙赖，扭扭舞啊，扭扭舞，这样好。然后一次就决胜负了，对，只要一次，捡到时候不，然后赢的人先出招，对对对，就是一个人。预备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手布，剪刀手布，剪刀手布。好，你先。1, 2, 3, 4。扭扭舞啊，扭扭舞，十八赖啊，十八赖，梳油头啊，梳啊，梳啊，梳啊。厉害，全后。我开始有在忘了，你知道吗？加分。超强，超强。来。佑熙该你了。好，你要选一个人是你真正喜欢的。我真正喜欢的，我真正喜欢的当然就是宪哥啊。哦，这个选法厉害。宪哥，你不能让，不能让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不能让，刀石头布。但是我会有障碍。什么障碍？勃起障碍是这个动作。我看你从头到尾都是八代。打开就好，打开就出拳，出拳。1, 2, 3, 4，扭扭舞啊，扭扭舞，哎，扭扭舞啊，扭扭舞，十八赖啊，十八赖 ，Hello， 啊，对不起，换他，一人喊一个，好吗？他自己玩的很开心，他从头到尾都自己喊完，自己玩完，那你自己玩就好，而且要分享，要分享，而且。
你喊完一个再来就喊我喊。OK OK， 好，知道了。你没喊中，然后一直喊喊十六个。嘿，一模一样。剪刀石头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OK， 你赢。又吸先了。3 2 1 go。梳油头啊，梳油头。啊，十八赖呀，十八赖。十八赖呀，十八赖。宪哥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头上一把刀，狠心了吧？不能一直太像十八赖了，真的。而且你真的很像那种很常来消费的十八赖，十八赖，十八赖。哎，什么叫？哎，什么叫？十八赖。要不好讲我，那我挑战你。啊！好，来，你先做肉碎，够二十八赖呀，十八赖呀，十八赖，二十八赖呀，洗衣粉呀，洗衣粉。喂，不可以，少啰嗦。哎，好过关，还有一个谁？凯西啦，凯西，我啦，我啦，凯西是幻视耶。那我洗衣粉给你，那我叫露露了。哎呀，跟露露挑战，露露感觉很强哎。我剪刀石头布。1 2 3 4，喵喵啊！挂了，谢谢露露，一次就挂。他是冲冲冲游戏王。